欢迎收看 RT， 我是新手。今天是2月4号，我们最冷的寒流来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想到底要做什么好呢？当然一定要骑车，所以我们就特别骑到了一个地方，北湖冷泉。在这么寒冷的天气，大家都在泡温泉，全部塞到爆了，不好玩。我们就来看看，在这个时候泡冷泉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？Go！北湖的气温是7度，然后这个就是著名的北湖冷泉，到底下去是温的还是冰的呢？让我们来看看。喂，没有想象中冰，哦，还是会冷哎，哇，好爽啊！下来的感觉呢，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冰，但还是会冷，因为加上现在那个风比较大的关系，所以竟然都来到了，就直接泡啊，耶！这已经手都在抖了，天哪！好嗨哦！我们在北湖温泉那边发现，这里就是出水的地方，而这边却比刚才外面还暖，哇，蛮多冷，有温泉的 feel。所以其实我内心一直很早就有个疑问，冬天寒流泡冷泉到底会不会冷？答案是不会，很冷但还是会冷。收工。